这边风好大。今天要去台中的地标，在后面，巨大立体字。好，我们走吧。台中地标因为在西边，也没有精准位置，建议大家导航可以输入。到了到了。地标背面还有隐藏座椅呢。白天是优雅的纯白色，衬托出周围的溪流与绿草景观。可以看一下这边，水深危险啊！我曾经爬过下的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，我曾经都有的理解，再也不敢。来散心拍照都还不错，现在要去休息一下。啊，这个地方没太阳，这边是台中地标，这里的地标也会发光哎。晚上则会化身为灯光绚丽的七彩模样。好，准备闪人，意外的花。好，走了，拜。好啦，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咯。我是爱空拍、爱骑车，还喜欢管理社团、解决社团问题的郭天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景点资讯，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，我有时间的话就会优先去拍摄哦。还没有订阅我、追踪我的话，欢迎大家来订阅我，才不会错过我下一部影片哦。谢谢大家。